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大家好，我是曾英杰，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六月期指今天出现一段震荡走高的盘势，中场现货上涨了36点，六月期指则上涨了26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六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首先，今天的六月期指行情非常的狭小，有多狭小？今天只有32点的区间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六月期指的高低转折点。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最低点，它叫9998，在9:01的时候出现。今天的最高点，它叫10030，10030点，在11:07的时候出现。那今天的行情真的是闷到爆，只有32点的行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一定会说，今天的盘真的很难赚，因为只有32点的区间，对吧？很多投资朋友一定会这样告诉曾老师，今天的盘因为实在太窄了，所以实在是没有什么钱可以赚。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齁，没有不能做的盘，只有不会做的人。请你仔细看哦，今天不但是你看到这么狭小的行情，曾老师本人是不是也看到这么窄的行情，对吧？那透过这么窄的行情，我今天要来教各位一个绝招。什么绝招？如何用小的行情，在这么小的一个行情里面，你如何以小博大？怎么样做到以小博大，让这个小小的行情也能够制造大大的机会？小小的行情也能够制造大大的机会。今天这一集节目你一定要认真的来看，透过曾老师专业的操作，你会发现大家看到行情都赶快，今天刚好32点的空间，但是让曾老师来代单操作，他所得到的机会跟结果竟然会是如此不一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请大家认真看一下我今天怎么操作哦。今天的期指选择权，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期指的当冲。今天的期指当冲曾老师怎么做？我说过我们的方法其实每天几乎都一样。首先我们来看到今天哦，来转折特工队今天挂了什么单。我们先看转折特工队哦，我们每天啊，其实一开盘啊，8:46啊，这个转折特工队他一定会事先挂单。挂什么单？挂低点等着做多，挂高点等着放空。那今天转折特工队哦，他挂了什么单？今天事先预挂9988哦，定价做多嘛，齁、哦、事先预挂这个每天都会做嘛，9988定价做多至少两口大台嘛，齁、哦、所以每天一开盘，其实我们曾老师其实呢，我们每天一开盘我们就会开始布局挂单预挂哦，今天预挂9988做多。但问题来了，来请告诉我今天最低多少，打波拉近，今天最低只有来到9998，这个9988根本不可能成交，对吧？这个不会成交，对吧？这没错啊，没有成交。那没有成交怎么办？各位，没有成交怎么办？请你告诉我怎么办？没有成交当然就不要再傻傻的看了啊，就直接改市价进场去操作啦、啊、不是吗？好，那没有成交之后呢，来到了9:10，请拉近，我们改市价做多。这个只要定价没有成交，我一定会市价做，这一定的。那定价成交当然就成交了，那没成交怎么办？我一定会改市价操作。来接着往下看哦，市价做多，六月期指的报价在10010附近。收到讯息之后，你不要管交易多少，给他市价做多，至少两口大台啊！各位，这9:10哦，这一笔单啊，你自己有空回去看，我不跟你对价对时。9:10哦，在10010这边做多，一定能够穿价成交100%。没成交你来找我，哦，没成交的会员你来找我。好，9:10:05，我们改市价进场做多。今天我们的市价单就在10010做多，那至少两口大台嘛，这不变嘛，吼、哦，来。我给各位看一下为什么说这一笔单已经成交。你来看哦，9:10大概是在这个位置，这里还有拉回，这个拉回10010这绝对能够成交哦，绝对能够成交。所以这个多单成交之后，是不是至少做两口大台？好，多单成交完毕之后，那我今天到底在哪里放空？既然我在10010哦，你看到侧标所写的10010，我试价给他做多，那我今天又在请会员在哪里放空？来，各位一样哦，这个转折特工队一开盘所挂的单，转折特工队收到讯息之后，来事先预挂10025市价做空，不定价做空，讲错了，事先预挂10025定价做空，至少两口大台。所以说今天
我们请会员朋友转折特工队在10025去定价做空，对不对？那既然是要在这个地方放空，那所以这个多单是不是一定要在这里出掉，你才能够进场去放空？没错吧？今天再来做空，8:45事先预挂10025做空，10010的多单在10025出场之后，这一段小涨30点，哦，没问题吧？这里小涨30点，那接着10025空单进场，至少两口大台。好，来到收盘，今天的棋子真的没有什么空间哦。我们先把棋子带过去一下，来转折特工队手上10025的空单部位，只要没有打到25点停损，我们一律怎样收盘价给他出清，明天再做。今天行情虽然不大哦，曾老师照赢不误。哦，行情虽然不大，我们照赢不误，怎么赢？来做多10010，来到转折特工队预挂的10025的这个位置，给它出掉之后涨30点，转折特工队10025给它放空，来到收盘出掉再跌10点。今天两段交易，棋子当中的部分还是一样有涨跌40点的机会，但是还没结束哦。你不要以为今天就这样结束了，我接下来我就要教各位一个绝招，这个绝招是什么？我说如何在这么小的行情里面，你如何以小博大？各位，靠的当然不是期货，靠的是选择权。好，接着你往下看哦。我们今天的棋子今天是小胜，来，各位40点的机会，涨跌40点的机会，今天是小胜哦。但是还没结束哦，曾老师的能耐绝对不止这样，请你继续往下看。各位，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早上我们9:10的时候，是不是改市价做多？9:05，这边来导播。9:05，市价做多至少两口大台，当时的价位在10010嘛，对不对？这笔棋子的多单做完之后，其实我们的选择权会员也有做一笔买进买权哦。来，各位来看一下扣讯哦。各位，这个是不是也是9:10？我带你核对一下扣讯哦。这个是9:10，我们棋子市价做多的证据。9:05，经过了20秒，9:10:25，各位，5月第4周。选择权9950的买权报价在78点附近。我告诉我们选择权的会员，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来直接试价咧，给他买几口，给他买20口。请你仔细看哦，这个策略是标准100%的一个以小博大的策略。我带各位来看哦，他所要用的资金哦，跟大台其实差不多。各位你认真看哦，认真学哦。今天我们做选择权的买方策略，买进9950的买权。我9:10请会员朋友在78点附近进场了20口。来，各位买什么？来拉进9950的买权哦，这9950的买权哦。来，这个资金我带你算一遍哦，78点选择权跳一点50块，买20口78000。这个78000跟大台一口的保证金很像，很接近，对不对？这叫78000，请你仔细看哦。这78000到最后它可以变多少钱？我等一下带你看哦。这个地方990的买权，我们再看一遍，当时的报价在78点附近。我请我们的会员朋友试价给他买20口。你说老师啊，这个78点真的能买到吗？能够成交吗？来拉近拉近，这个78点真的9:10过后真的买得到吗？我们来进行对价对时哦。这叫9:16，你看到什么？这一排写的什么76啦，77啦，76，甚至于还来到75，这个都在9:16:17。来，请你跟着我看，这个是5月第4周，这边9950的买权分时明细表，来整个拉远看这里齁，这个地方9:17，你还可以看到75 76 77。我们请会员朋友当时在9:10拉进9950的买权，78点附近，给他直接至少给他买几口，整个往后拉没关系，买20口。来，就是这边9950的买权，78点附近买20口。这里我讲了哦，你仔细看哦，这里所用的资金跟一口大台差不多，可是结果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结算哦。来，10:44，5月第4周选择权9950的买权，78点附近的市价部位。今天呢，不管盈亏，稍微往后拉一点，今天无论盈亏，好，这边今天无论盈亏，我们一律续报到结算。整个讯息我再念一遍，5月第4周的选择权9950的买权，78点附近的市价部位，今天无论盈亏哦，不管是赚钱或赔钱哦，我们一律怎样给它续报到结算哦，给它续报到结算。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的结算价哦，今天的结算价它叫10046，
好，10046。那么结算呢？9950的买权，它就等于结算在96点哦，96点哦，这边结算96点哦，来78点进场20口，它结算96点出场20口，结算价10046嘛，哈，78点进场20口，结算96点出场20口，78000的资金啊，你会变成96000。各位，你算一下哦，这个78000会变96000，它中间所产生的价差叫做18000块。我的天啊，这18000块不得了咯，请你仔细看哦，18000块它其实等于大台指的多少？90点哦，高涨点哦，90点哦，请你告诉我今天行情有几点区间？我相信目睭无拓汤的拢知影，今天其实了不起只有32点的区间，可是如果你跟着曾老师来做选择权的话，你将有18000，也就是等于大台90点的机会，这将近于今天行情的三倍大，而且用多少资金？一样，将近一口大台的资金。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跟着我来做选择权，你是不是能够得到这18000的机会？除此之外，棋子的当中，你今天是不是能够小胜这40点的机会？各位，所以我要讲什么？当你遇到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师的时候，就算行情这么小，你还是一样可以享受到百点以上的行情。老师，百点怎么来的？这里是不是90点？这里是不是40点？40再加上90是等于130。老师，你真的太棒了。没错啊，不然我怎么可以叫做亚洲棋王？如果亚洲棋王没有办法带你享受到更大机会的话，我实在没有资格有这个称呼。你懂我意思吗？比起那些老师，一天到晚带你赚个5点10点。你觉得你该选谁？你知道我意思吗？现在有很多出来混的，说什么一天赢个5点，一天赢个10点就可以下课了。各位，如果你要的只是这种结果的话，你自己做就好了，不用浪费会费。你听我意思不？看看我们的操作，这个是棋子的机会，这个是选择权的机会。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加起来今天超过100点，而实际上今天的行情只有32点。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曾老师专业的地方。跟其他的三角猫老师当然是不能比哦，其他三角猫老师是没办法跟曾老师比的，你懂我意思吗？哦，所以说认真看哦，今天的机会选择权你有18000的机会，相当于大台指多少？90点。今天的棋子当然涨跌还是有40点的机会，这是今天的全部的机会。当然这个投资警语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宣导一下，投资警语避免误导不特定人，曾英杰要做个严正声明，本节目内容是操盘模组分析节目，不招揽不广告，投资朋友自行评估判断。节目中所有操盘模组分析仅只分析指数涨跌点数，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期权操作报酬风险并存，无法保证确可获利，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很多投资朋友其实经常都会在行情里面找借口找理由，说最近的行情很小啦，所以没有什么利润可以赚啦，我认为这个是借口，这个是叫理由。各位，其实在金融市场里面啊，记住一件事情，每一天它都是机会，每一天都充满机会，但是谁才能够享受机会？你看像今天这个盘齁，这个不会做的老师，不会做的人，他就会说啊，今天上下区间才32点，真的没有什么利润可赚。真的是这样吗？你来看一下，会做的人今天棋子有40点的机会，会做的人会再透过选择权再让你享受到90点的机会，这里叫18000嘛，等于大台90点，我都没有唬烂，完完全全就是这样。那么我请问各位，你看到的行情是这样，我看到行情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能够享受超过100点的机会，而你做不到？各位，因为曾老师是有操盘实力的，因为曾老师是有操盘方法的，因为有操盘实力，因为有操盘方法，所以才能够享受到今天的机会。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你具备这些条件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当然每天都有讲不完的理由还有借口。所以说利用这个时间，我讲过了，端午节各位即将在连续假期的5月30号来临，我说过在这个地方我要庆祝端午节。怎么样的庆祝法？有4份大礼我要感恩回馈，其中我们的棋子当冲讯息，然后我们的仙人指路系统以及转折特工队的讯息，再加上周选择权。你看到没有？这周选择权今天你有看到没有？很多啦，18000而已啊，摆到结算78000变成96000，18000相当于大台指的90点，这全市场我欢迎你去做比较，
在今天，谁能够带你享受到价差？任君挑选搭配这四样。而且我说了，这个感恩回馈它的活动内容是什么？我说了，你只要选两种，每一种你会有两个月的时间，两种，然后各两个月，它叫四个月。这个价格在节目中场资讯哦，你等一下看一下，它会告诉你。如果你想要享受三种商品的话，每一种商品我们会给你三个月的时间，那三种三个月，它叫九个月嘛。这中场资讯它有价格。那如果你四种全部都选择的话，每一种我们会给你四个月的时间，这一层不得了了，它会超过一年，一年又四个月，总共十六个月。至于价格，我希望你能够看一下中场资讯，这实在是便宜到翻了。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端午节啊，对不对？端午节嘛，我让你自由挑选、自由搭配嘛，任君挑选搭配这四项商品，任君挑选搭配。哦，各位，所以说等一下呢，我希望你能够仔细看一下，提前庆祝端午节，我们一律从6月1号才算时间，早一天你就多一天。这个活动它有截止时间，到2017年的6月1号下午5点。有兴趣的各位，想要拥有曾老师所有的资讯以及软体或者是讯息以及选择权讯息的话，留意中场资讯，把握端午节的优惠。我们稍作休息，大家回到节目现场，谢谢各位。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好消息，好消息！欢庆端午佳节，曾老师好礼相赠，四份大礼一次满足，四份大礼一次满足。试驾模组讯息，转折特工队，期权操盘软体，周选择权讯息，全部与投资朋友分享。仔细听，感恩大回馈，感恩大回馈，任意选两项，每一项两个月，两项乘以两个月叫四个月，28800。任意选三项三个月，三种乘以三个月九个月，38800。任意选四项，每一项四个月，四种四个月，整于十六个月，48800。超值优惠轻松拥有，现在立刻来电询问，绝对惊喜满意。02-2578-3777，02-2578-3777。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端午佳节，即日起曾老师将回馈四份好礼给全国投资人分享：试驾模组讯息、转折特工队、期权操盘软体、周选择权讯息。任选两项两个月28800，任选三项三个月38800，四项全选四个月48800。半买半送大优惠，限时专案，火速把握！02-2578-3777，02-2578-3777。齐王团队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么在最近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哦，这个行情呢都是呈现一个狭幅盘整的格局哦。那纵使在这么狭幅盘整的格局里面啊，其实你只要跟着曾老师啊，你选择对的金融商品，比如说期指之外，你再增加一项金融商品选择权一起操作的话，就算这么狭幅盘整的行情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大钱的机会。
比如说我来举例这两天就好，以今天来讲，你看到什么？今天的区间，老师今天区间真的好窄哦，32点。好，那32点的行情底下，期指它当然是不可能有大的点数嘛，涨跌今天只有40点的机会嘛。可是重点哦，除了期指之外，我其实还是有在带这个会员朋友操作这个选择权。你看光这个选择权，今天买进9950的买权哦，然后结算在10046，对不对？这个你有空回去查10046，你把它减掉9950，就等于96点。这个7078点买进啊，20口，结算刚好在96点出场，也是20口，78000就变96000，它产生中间的一个价差，它就叫18000。这个就是标准的以小博大，以小博大的策略。当然你要跟对人做了，所以今天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大台子额外的90点的行情。这个90点的行情就是透过选择权的力量。选择权本来它的杠杆倍数就比较大，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说专不专业啊，其实是看老师。那很多老师在最近，我跟你说，波进波上面成绩，唐欧秀给你看，绝对没有。那可是曾老师呢？就算是这么窄的行情底下，你还是要可以看到今天有两种机会，一个叫期指当中40点的机会，一个叫选择权1800090点的机会。谁能够带你做到这个境界？除了我以外，好，就今天喽。那你看昨天这个盘，你看到没有？这个叫49点，行情也是很小，对不对？有人干脆最近很小，都嘞，干脆嘞不要进场操作。我说的这样子真的很可惜。你跟着我来做，每天你还是可以看到100点的机会。你来看喽，这昨天光期指哦，我们的软体抓到这个高点转折，刚好是昨天的最高点10017。这昨天节目你有空回去看一下。期指昨天就有两段行情，一段做多上去的行情50点，一段从高点放空到收盘的行情，它叫46点。光期指你看到没有？它的涨跌机会就96点哦，哦，这叫96点，这叫期指当冲哦。那选择权昨天怎么做？哎，各位，这个选择权昨天我们是买进990的买权，昨天买在60，然后出在70，做了一趟短线。这短线啊，只要赚10点就等于10000，这我教过各位，相当于大台指的50点。今天我还是买怎样990的买权啊，我今天在78点买啊，摆到结算啊，18000。昨天买9950的买权跑短线，60000变70000，相当于大台指多少？50点。所以我也知道最近的行情很窄，所以选择权你一定要跟上。好，所以说在这地方选择权，我鼓励大家跟上我。我们在端午节就推出了这样一个活动，你来看哦。庆祝端午佳节，四份好礼，感恩回馈。你看到没有？这里是不是有个选择权讯息？这个选择权我必须告诉他，我每天都会带会员做，哦，做买方，哦，这个做买方。那你也可以呢，参就是选择两项，比如说你选择这个期指，然后再搭配这个选择权，这个叫两项。那很多人呢，最近他都是这样搭配的，期指加上仙人指路，再加上选择权。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说这四样商品里面，我讲过了。你说你的预算没那么多，那你选两种，我们会给你2个月，这叫4个月。这中场资讯它有个费用，那三种的话，它费用会多一点，但是没有多很多。你可以去看，三种乘以3个月，它叫9个月，费用会稍微多一点。那这4种乘以4个月，这最划算，这最划算，它费用再多一点点。这每一种这个怎么讲搭配，它每一种费用都会不一样。哦，你有空你去看一下。哦，所以说这个把它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纵使行情在这么窄的情况之下，曾老师还是想办法带你每天看到新台币。所以说在这地方来端午节我提前庆祝，哦，一律从6月要起算时间，你哪扎几缸你都给几缸，哦，动作要快，因为它有活动截止时间到2017年的6月1号的5点，这个我都是写得很清楚，写在前面，讲在前面。有兴趣的想成为赢家，不要怀疑，一定要选对曾老师，相信你聪明的选择，曾老师不会让你失望。有兴趣的把握中场的端午佳节的优惠，我们下次同一时间见，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
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好消息，好消息！欢庆端午佳节，曾老师好礼相赠，四份大礼一次满足，四份大礼一次满足。试驾模组讯息，转折特工队，期权操盘软体，周选择权讯息，全部与投资朋友分享。仔细听，感恩大回馈，感恩大回馈。任意选两项，每一项两个月，两项乘以两个月叫四个月，28800。任意选三项，三个月，三种乘以三个月，九个月，38800。任意选四项，每一项四个月，四种四个月，整于16个月，48800。超值优惠，轻松拥有，现在立刻来电询问，绝对惊喜满意。02-2578-3777，02-2578-3777。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端午佳节，即日起曾老师将回馈四份好礼给全国投资人分享。试驾模组讯息，转折特工队，期权操盘软体，周选择权讯息，任选两项两个月28800，任选三项三个月38800，四项全选四个月48800，半买半送大优惠，限时专案火速把握。02-2578-3777，02-2578-3777。齐王团队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齐货，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纹软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50元硬币防伪设计，50元硬币的背面向左、向右各转15度角，中间可以清楚浮现国字50和阿拉伯数字50的字样。硬币的币边还有四段清晰的 NT Dollar 50字样，以正反顺序排列在币边的中间。摸一摸背面下缘，这里有三个清楚的凸点，是提供视障者触摸辨识的盲人点。人人都应该知道如何辨识硬币真伪，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哦。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教你几个小撇步。瓦斯桶放室外，避免日晒，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使用瓦斯要小心，居家安全好放心。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爸，你看你看，外籍新娘，10万块办得好哦。这下子我可以娶老婆啦。哎呦，你不能相信这个。现在移民署规定，跨国进婚姻媒合不能打广告，也不能要求红包跟礼金。是哦。要选择合法团体，多看几间，仔细比较。要签契约，也要看清楚。婚姻本来就不是用钱买的，是要两人好好来经营。